你不会啊？没太加嘞，帮着放着。姐姐，你不吃一个？老板娘，我是哪一个来哦？你要哪一个？你要你家？看完了，婷婷也来了。干嘛那么讨厌你弟弟啊？你很奇怪，你这个人很奇怪哦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你躲在那边。这人很奇怪，躲在那边。哎，这个姐姐怎么长得怪怪的？长那么长。大家都有哎、他们被压到，赶快跑！耶，我们好爱吃的，你们没有看到？你们没有跑，你们没有跑，大风吹，吹什么？吹。今天有一个那个敦煌的来说。国际学校在彰化，运行不太好，其实想要找一个替代人，就讲是创办人的儿子，是专业的，就是我们上课，就是我们报名的。一个一间租多少钱？没有，台北的行情应该。